祥和的这一刻。好。谁放的？那个狐狸是东东，是你，是东东。放一个大豆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阿仔爸爸。这两箱非常巨大，这一箱是婴儿床，但是今天没有要拆，因为暂时还它还太小，我们家东东还太小，就算拆了也暂时用不到，它暂时没办法在上面睡，我们就会把它摆在床上，有一个小纸箱跟妈妈一起睡，这样比较方便。可能再过一个月，再过几天再拆啦。然后今天主要是来拆这一箱，这一箱是婴儿用的皮篮，那它也可以放在车子上面当做汽车座椅，因为我们家的东东太小只了，他没有办法用那种儿童用的那种可以坐直的东西，因为婴儿脖子很软嘛，一定要用躺的，所以虽然这是过渡商品，但我还是买一个，赶快来拆一拆。反的，应该这样才是顺的。爸爸，你也可以这样提着它去上课。可以啊，不用的时候，没有放在车上的时候，在家里也可以当摇椅。所以这个也要。对，就是看起来还不错啊。我买的是法拉利红的颜色，然后这个是说明书。这个是这个在车上，它也是用安全带把它固定的，它是那种简便式、轻便式的。哦，这有个这个，这两边有个按钮，这个把手本来是不会动的，是要按这个按钮之后，两边要一起按耶，才可以动。哦，哦，我知道了，很轻耶。网页上说这个大概 2.5 公斤而已，可是加上婴儿之后应该就会蛮重的，婴儿至少4公斤。都不止，对。好，来吧，我们来试试看，给东东做做看。来，这两个一起按，它就可以把手就可以收起来，按住会咔一声，这个按下去，红色的，要用点力气。好，这个就可以收起来。那怎么样才可以拿出来？一样啊，按着，这样就卡住，要按红色按钮才可以。东东快不行，我们先不要，先这样，保持这个状态。东东来。好，安全带，好小的安全带，真的可以再拉长一点。有啊，那这个应该是要放在他肩膀这边，他才不会。其实没差啦，就是让他咬啊。那你要解开吗？那你要解开，那爸妈会解开吗？会啊，一下就解了。我只是想说要把它提起来。哦，提起来要两边这个按钮都要按下去。那个一个人的话练习一下，提起来会很重吗？2.5+4.5。我是卖东东的妈妈。你转过来这里。对啊，我跟你换位置。嗯。然后我放下来了，东东。来，然后摇。没人要买。摇。有啦，他习惯一下，没有要躁动的。舒服吗？嗯，他在家也可以当摇椅啊，这样感觉还不错啊。你就贴着他到处。不过这个是都是泡棉，所以现在是冬天还好，夏天的话应该会很热。你就提着他送同学去上学啊。你看重不重？说真的，因为早上如果他在睡觉的话，说实在我也想提。哎，有点重哎，这样至少6公斤哦。好啊，试试看，你两只手小心的，要轻轻的放下来哦。我不怕你提，我怕你放下来。东东应该已经5公斤多了吧？哦。好，要轻轻放哦。蛮重的。啊。那时候我好害怕。哦，很重哎，这个。你告诉我，这跟做那个大木神有什么不同？可是他没有躁动了，刚上来的时候，他感觉很慌张。他现在还是很慌张，他看着我的眼睛。妈妈，我也想摇。啊。那妈妈叫什么？来偷看一下你的舞好不好？好，这样子吗？这样就好了。可以。
进去了。嗯，然后这个这个要绕到后面。哦，好了。紧了吗？好了。好了。东东很安稳。陪我练车去，我们现在打算去我们练车的路线啊，就打算因为 IKEA 在青埔，桃园的 IKEA 在青埔嘛，那边比较偏僻，那边从化区车也比较少。我们今天的计划就是全家一起去 IKEA 买一个东西再回家，那中间的过程就这边练车。那让我，所以你现在要走出去，然后走上海路接文中路。好，那可以。冰淇淋呢？好，没问题。哦，因为我们之前我已经练过一两次车了，那这一次比较特别的就是旁边没有那种朋友是比较有驾驶经验的。对，那这一次真的就是练车，因为我们接下来有打算要全家一起出游嘛，有打算要开车回娘家，那今天就是第一次全家一起练习，还不是正式出发。我可以先问个问题？什么问题？那天你跟秀练车有到青埔吗？没有到青埔，跟秀就在附近绕圈子而已啊，然后我绕到巴德那边一点点。然后跟冠府的话就比较远，到冠府那边一点点。到冠府的住的那边的也是从化区啊，然后有练停车，有练就是倒车都有练一下，大概。好了，我们就走了，轻松一点。走吧。好，走。我很放心。彤彤很放心，彤彤已经坐过我的第二次了。好。彤彤会晕车吗？看一下东东。因为自从你们出去，他一直哭到我把东西弄丢。哦，真的、哦，我们刚刚很糗，我跟你说，我们刚刚一边走一边说，后面有车，那辛苦。先打方向灯，他好像也是要找车位的，开得很缓慢，那我们就走了。他是要检举你的吧？我们刚刚是怎么开车开不好？我们是为了不会用冷气。对，我们刚刚上车第一步都搞半天找不到冷气怎么开，很好笑，在车子里面好热。你很紧张？有一点啊，旁边没有那种有朋友是会开车的有经验的。真的也怎么了？他可以马上帮你拉手刹车，拉手刹车，按下去拉起来吗？不用按了，就拉起来就好了，一秒钟是。那我要按下去是要把它解除才要按下去啊。那我要放着吗？我放在不用了，你不要乱拉，这样我更紧张。所以我们这样，即使不买车，我感觉如果这个模式可以的话，以后我们就是用租车的方式，家里附近刚好就有 iRent， 也很方便。前面是 B&W， 离它远一点。很贵啊 ，A 到一下，那个就是要赔个几万块，一定要。我们帮你挡。我们要走内线的外线。慢车道，慢车道，往桃园 IKEA 请走慢车道。哦。有看到吗？有看到吗？看到了。这个。不要紧张，你不要讲那么多。对。机关枪连发。看到了 IKEA。要回转一下，彤彤在学你。你的脏话有多紧张？彤彤醒了。你这样子，彤彤会醒哦。两边都可以。都要这样子才会帅，没有帅啊，不帅，我要端什么？浪费时间。你希望老婆就很崇拜，说啊，爸你好棒哦，然后就剪这一段就好了。有了，整个进来了，真的有。啊、整个进来，我们怎么下车？最后我停成这样子，修正了好几次，停成这样子应该是还可以。嗯。有问题来了，我要怎么锁车？是用这个感应就锁了吗？真的耶！从你看一看，有没有锁？锁了耶！用这个优卡就可以锁车，好方便哦，很不错哎。这个感应一下，要不要试试看？这个感应一下就开了，就开了。你再去试试看，可不可以开？可以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关起来，用力一点，这样没有关好。这样不行，这样不行，它要用力一点，要。汽车的门要用力一点，这样才可以。我来。好，亮灯就表示锁了。有了，有亮灯了。
就锁起来了。好了，哎，啊，谢谢。这就是可以当钥匙，哦，很方便，可以当钥匙的，悠游卡就可以了。你刚刚坐车的感觉怎么样？爸爸，我都在睡。哦，睡觉就表示很舒服，没有什么状况，就是好，对不对？那东东呢？他有的选吗？好啊，以后我们可以开车出来玩了，哦，很不错。好，口罩戴起来，来，彤彤。入口在哪？跟着妈妈，妈妈带你走。入口在那。嗯，好了，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了。今天练车就到 IKEA 买个东西，等下就回去了。祝福大家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。大家拜拜。这是我的吗？啊，又拿错了，这才是你的。大家拜拜，就这样喽。